因为现在规定，只要你要住院，都要 PCR 做裁剪了。我们现在医院都有规定哈，要三天的裁剪报告。哦，啊，如果不行，你就要马上做。哦，啊，这样就是发现。哦，所以这个个案我们现在正在清查他可能的感染。那这个一岁的儿童是他刚好有一些感染症哈，啊，到医院去的时候，医师跟他做裁剪发现的。那他的感染源现在还在追查。不过我们知道说他的父母亲哈，还包括他的阿公阿嬷，两边的阿公阿嬷哈，实际上是在不同的地方轮流带，好，所以我们必须针对两个家族的所有的这些，第一个是家里的成员，通通都要做裁剪，再来就是他们的一些接触史哈，我们现在也在一边做了解，一边做框列裁剪。说他是属于这个歌唱或是葡萄家族这一边？都不是，都不是，他是一个跟目前已经知道的确诊个案没有关系的一个单一个案。